大家好，我是九九啊，玩了一整天啊，到这个时候呢，也要做饭了。那、这个时候好冷好冷啊，做饭，做饭。过了一个年啊，我们家的鸡啊就要全部烧了啊。走啊，这是一包，其实还有，炒这么一点够了啊。家里养了六只鸡，我妈说大的有七八斤。这个鸡肠子我们也单独洗。要不然鸡内脏的也好多的，全部炒了也吃不完。年夜饭的菜单还剩，现在的人你以为能吃多少啊？要真正的能吃多少？那有些人就是看出来就是吃也吃不了那么多，装的呗。用盐啊，白骨的。初三四次，很多朋友说：“哎呀，你家这个房子怎么不买新锅？买的油，只是那个锅不好用。炒菜的时候转起来了。鸡肾、鸡肠、鸡肝、鸡蛋、鸡肚，鸡鸡蛋没吃，六只鸡，六十斤。炒菜了，炒这个我们。”多放一点油，下油锅，这个配件反正一大筐，这是我妈洗好的，我们再回去洗它，放忘记了啊，花椒来了，我们就不用花椒了啊，姜。现在是晚六时，做什么菜要搞简便快捷的啊、哦？做老酒，我儿子也喜欢，多来一点。三十那天晚上放到水饺里面，要烫熟了，好嘞，混炒。哎，你跟店里就不一样了啊！我们家的剁辣椒是不斜的啊，反正还要加点盐，要不然就没原味了。蒜头、蒜叶，没蒜叶。哇，酸酸麻麻爽！刚才我尝了一口，太好吃了！哇，马上就要吃饭了。今天我的米饭。就吃得很开心了啊！出发了啊，各位朋友，有朋友了啊！先放到这了，骂人就骂人。那个那个面皮。哎呀，你他妈敲我的茶，你还敲我的茶？开白菜喽！哇！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你饭剩这么多菜，吃了两顿了，咋还剩这么多？多来点叶子菜。来啊，吃我的草莓，我吃过了，对吧？嗯。过的早是好饭吃，反正吃过的草你饭就熟了，饱的饭先来吃。有了，我不要，我等下。啊，又要烫饭了。一吃完那个烧的就来就是。儿子，好了，没有啊，过头你吃了就会吃的忘不了了。一这样子，刚没有吃的，你没想生。好了，回来。过得好烦，拉手了。老师不管工人啊，不管工人。你下班了好久？你今天没下班？哟，工作浓度比较小了啊，穿的蓬蓬叫。等于干嘛？都不够五十个。嗯。
不是只等。今天我都会跟他计较那个高啊。哎，老子，上场有人了。我很久上班啊，我估计啊。年资有些他不付高，可能不到过年啊，搞你多发点钱，这个都蛮高兴的啊。那拜托那啥，把超市在那里，我走那点菜市场过来，就看你一点。那超市在哪里？到马路上，到体育馆对面那里。这是大润发超市吧？过去的。到拜托那个体育馆对面那个超市。今天啊，我腰的疼，他不跑了，我搞摔了。哼。吃点蔬菜。老鸭子呀，那个玩意这个鸭子，有了在超市的鸭子可以吃面粉。你可以吃面。超市就是算是要。上午了，你看就是出去出来个生意啊。嗯，人家就是过年生意。你的手身上有一股辣的，没牙了，给敲水了吧？刚才，下个月就今年我就要洗锅子了。哎呀，要洗锅子，真的要洗锅子。不掉啊，没那个，把敲个几次敲过来。好，敲几次敲过来。是真的。有了姑娘一番你就说了我不要了。很多朋友问我，你怎么老九戴这个帽子啊？哎，你们一家人都戴帽子啊？我妈说老戴啊，她怕受凉。我呢是这个头发啊剪得太丑了，所以戴了个帽子。我只要把这个帽子一揭啊，无法见人了，所以一定要戴上，要不然你看这大过年的，自己都不能看自己了。这叫老鸭汤，今天终于给他完成任务了。你看还有红烧鱼啊，红烧肉啊，哎呀，吃不完，搞了几顿都搞不完。很多朋友说，哎，你太小气了，炒那么一碟，这与小气没关系。真正的人你看吃了多少。我再说一句，你真的要我剪视频啊，给他剪两下，你可以看我把这菜全部吃光，你相信吧，一下就行了。我再来就边吃一口就边吐一口，我可以把满桌的全部吃完。不要相信那些啊，那么天天鸡鸭鱼啊，整只整只吹牛的啊。
老酒吃完了呢，还是老问题，洗碗、抹桌啊、洗锅啊，我这个去忙去了啊。现在的人很多，这个时候都是在玩了。等我搞清一下，我也玩一玩啊。